记者蔡正民苗栗报道，苗栗县大湖乡是国内主要高阶梨产区，从六月底开始高阶梨盛产，清爽多汁的高阶梨正适合作为炎热夏天消暑水果，健康又营养。大湖乡公所更打造高阶梨品牌尊梨，体梨农行桥今明两天在台三建 141.2 公里处停车场举办大湖尊梨季，让大家一起吃好梨。今年大湖乡高阶梨栽种面积约280公顷，今年因中果期时天气前旱，导致缺水可灌溉，果粒大小与往年相比较小，但甜度更高，今年达到12度，比以往约11度高，而且品质依旧稳定。大湖乡公所为了行销高阶梨举办尊梨季活动，提供高阶梨炒米粉及绿豆汤等农产美食免费品尝，吸引大批游客。现场更安排削梨子皮比赛，相当逗趣，让尊梨既好吃又好玩。